立陶宛将举行头一轮的国会大选，目前票已经开超过九成。立陶宛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是摕到两成的票，正做是第一大党领先哦。社会民主党嘛表示讲，未来因会甲另外两党来组成联合政府。立陶宛中间偏左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竞选主要议题之一，国家安全，也就是为邻国俄罗斯的暗中威胁，加百姓对生活成本的忧虑等，候选人心情反映伫选票顶端。Iš tikrųjų, didelė dalis Lietuvos žmonių, ypatingai gyvenančių regionuose, daugiamandatė, bet tendencijos yra taip optimistiškai nuteikiančios.来老家的电视台吧，是那么安德斯杜拉斯。第一轮结果，社会民主党提到领先。党主席布林克维修特向选民最多下，以表示外交政策未改变，帮助乌克兰依然是第一进步。两人合作未来会想要甲另外两党组成联合政府。The main danger I see, the main problem I see that no matter what coalition will be made.This coalition will be very weak and fragile. More strong and more responsible, more solid government. But as I've said, all the tendencies are showing that will be not the case. 根据国会时阵的民调，有四分之三立陶宛人认为俄罗斯在未来可能入侵，按个观察者认为。总理西莫尼特的祖国联盟领导立场，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无法度甲选民的想法连接。立陶宛人口290万，国会选举用议员制，141席当中71席由单一席次选区直接选出，另外70席由政党得票比率产生。那第一轮投票相关得票候选人的得票比率无超过50%，伊选区会伫二次进行第二轮选出。公视新闻，恩文玲编译。